哈哈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抽风和一个击剑犯为带来的这个越狱实况啊。我为什么要说这样说自己？什么鬼？不，这个是欢迎收看由一个击剑犯和一个被击剑犯。笑个屁啊！你要像警察就是这个人，点名的时候笑，点名的时候笑。他是个击剑犯，我是。因为暴打了一个击剑犯啊，被这个抓到这个监狱里来，快赶紧上餐厅占座！我跟你讲，这地儿我熟。哎、啊，也是也是，这地儿我熟，你再晚了吃不上饭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好，我吃完了，再见。你在逗我吗？我好不容易要享受一顿精美的午餐，我靠！我们要、哎、这个人你是来干嘛的？我们要越狱呀、啊，我们对不对？我们得展开行动，我们得逃出去。其实我的真实名字叫 Michael Schofield。我的真实名字叫林肯。你也就是一 T bag， 对吧？哎呦呦呦，我手里好像有这个违禁物品。哎呀，我去我的屋子里存一下，不是放在。哎，我搜的是你的。I'm sorry， 这是我房间。去。咱们得制定一个详细的这个越狱计划啊。对呀、啊，你放心吧，这个我在进来之前已经把这个计划纹在了自己的身上。我纹在了自己的肌肤上，只要你挑逗我一下，这个计划就展开来了。哈哈，啊，没事，我看看、啊、来坐坐，咱俩找一个小黑屋，我把衣服脱下来给你看看我的纹身。啊，行，然后对我的计划也展开了。哇，你真棒！我先洗个澡来找你啊。神经病啊，那里都满的。我有一个事儿得告诉你。那个我的纹身洗澡被冲掉了，怎么办？你有毛病啊！那我还割了包皮手术没了呢。可能是，哎，不要太便宜了那家啊，撸书啊啊啊！好爽！你是啥吧？你再强的学霸都不会在学习的时候发出这种声音，好吧？我捧着这本《金瓶梅》啊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之中。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发出这种声音会有什么后果？你知不知道？看看我这个形象，真的会有人对我有什么指望吗？我都一把年纪了，我好像潜入了他们的办公室，我好像出去了吧？什么鬼？这什么鬼地方？哎，这是不是出去了？我猜，无论你到了什么鬼地方，你都在铁丝网内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总比我想象的要简单，真是的。我跟你讲，啊，我觉得我可以换上平民的衣服。什么？你哪来的平民的衣服啊？我刚刚捡到的。对，你看，我换上平民的衣服了。嘿嘿，哇，半颗星了，没去工作。哎呀，然后你在我楼上，你是在楼上，我在楼下。我记得之前，我记得我进来的位置。哦。哎呦，他说我只能自己逃出去。哎呀，我觉得如果我不带你这个累赘，我就可以走了。什么叫哎呀？哎呀，我要不带你，我就可以走了。为什么我要跟一个击剑犯一块逃出去呢？狱长，我申请独自越狱。哎，我再考虑，我先去锻炼一下身体，然后再看看找到一些东西。我觉得我们有什么钳子之类的东西，也就可以从通风管道里跑一下。你拿没拿到那个什么呀？你拿没拿到那种？我没有，我拿到个搓刀。哦，搓刀是或者就倒了。两把搓刀加一个胶带可以合成一个剪子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用那个剪子剪断铁丝网逃出去。甩到了。有个警察在浴室跟我说，他需要一个拥抱。你见过这种警察？哇，有人在我身边跟我说要拉，让我拉他的手指，我去你妈的！这个是监狱吗？啊，你在逗我吗？我打了他一拳，我掉线了，我操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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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什么玩意儿？我他妈就打了他一拳，我掉线了。这个胖子竟然出狱了，哦，留下我一个人。哎，你又进来了，你又犯了什么事？这是我的房间好吗？这是我的房间，这不是 Wind Green 的工作台吗？有人在你的房间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有人在我的房间里打我，我靠！他是接受谁的任务了？他说搞定，他说打死我说了搞定两个字，我有仇家了，什么鬼？哎，你手里有锉刀吗？我再找个锉刀，我就可以做一个剪那个剪铁丝网的剪子了。这是你的牢房吧？我把东西给你啊。啊，这个警察在干嘛呢？他在检查别人东西，现在我在他旁边偷。
我做了一个劣质，我做了一个劣质的切割工具出来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我在这里掏出剪子，会出什么事吗？我会直接被毙掉吗？你，你看，这不就是你这样，你这样，我在你后面，你掏出剪子剪，如果他把你毙掉，我剪你身上的东西，剪子我就剪回来。好好，我们试试，我们试试啊！来试试，咱们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啊，吃饭了啊！不得啊！做坏事之前要保持低调，不能让他们警觉。我进来的第一天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我为什么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带一个鸡奸犯出去啊 ？T bag， 对呀、啊，你这个口中嫌弃身体直嘛啊！我是来救林肯的，为什么我要带上你？是哎，这玩意儿他妈带电吗？你捡捡看。我捡了，我被打了，啊！你他妈的，啊！快捡我，拿我东西，啊！你的锉刀不见了，锉刀不见了，我切割工具在我身上，没有啊，没有切割工具，没有，你拿的什么死掉、啊、东西就没了吧？啊！我只捡到只有三个东西：拖把、无线电、收音机和一个囚犯服装。OK， 我们能不能就玩命，反正一次捡15%嘛？我们得再搞一个剪子、啊、他受损，他发现受损不会修吗？他发现了修好，发现了修，我在想就是这个问题，他会不会修？我觉得 你先行动一会儿吧，我被关禁闭了。哇，我被关在禁闭室里面削土豆皮，然后我看看可不可以和这些罪犯打好关系。说起来我们有螺丝刀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那个什么了呀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自己屋子里的通风管道给弄开了。你知道吗，我们弄过那个铁丝网，现在还是85%。哎嘿嘿嘿，哇，用命填出去，这可那你得有，那你得有那么多锉刀、这个、你知道吗？塑料切割工具。哎，完了，有人发现监狱受损。为什么我突然三星半？有人发现监狱受损了、哦、我估计可能是咱们那个地方被填死了。哎呀，这个可以，其实可以，咱们先挤满他10个锉刀、为什么打我呀？警察打我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是你搁的那个地方，人家有这个先知先觉的能力。我他妈的天眼通啊！我操！但是你在哪？咱俩会合起来，我就把锉刀丢地上，不然我锉刀就没了。锉刀丢地上被警察给捡掉的会，如果和一代一样的话，没有，我丢地上了，警察没捡。你丢哪儿了？在中间过道那个囚犯区，3个警察打1个，哇！我跟你讲，谁也不用咱们袭警吧，把警察都干翻，咱们统治这个监狱。把力量速度都给练满了，然后拿上一把好武器。这监狱房间我感觉都搜过了吧？啊，你是一间间地毯式搜索的是吧？差不多都搜过了，所以东西是没有太多了。哦，哇，就是这玩意儿，哇，我最恨这玩意儿了，我最恨的就是这东西，它到现在都没变。我把力量练到60点，我要去接那个工作，我觉得那个地方有可能能有出去的办法，就是它这连到外通风管道的。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，我们刚刚都已经走到那个哪儿了，走到那个最边缘了。哦，先吃饭。如果要关灯的话，是不是得要什么钥匙到那个电力室里面去？钥匙在谁的身上？那个电力室的门是什么颜色的？我们可以通过用袭警的方式来拿到钥匙。我们还得做模具，不可以直接袭警，可以直接拿到钥匙。我曾经直接拿到了，嗯，我看看，是青色的，就蓝不蓝绿那种颜色，对，青色的钥匙。哎，不是，我错了，警察同志，你这就开始袭警了，你至少等个我在的时候啊，对吧？我不小心碰到他了，我刚刚接了一个那个什么的工作。处理废品的工作，我现在可以进入那个废品室了、你可以进去把东西带出来，这么好。但问题是我在这个屋子里的通风管道我上不去啊，你得要一个东西垫脚，垫脚的东西可以做，好像我记得打死警察拿到一个青色的钥匙，然后呢再做一个稿子出来，再做一个铲子出来。我觉得如果打警察身上，我们只需要一个剪刀就可以了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切割工具，对不啦？晚上等晚上想办法溜出去，拿钥匙开电发电室的这个，然后断掉电，趁他们混乱的时候，赶紧剪开铁丝网出去。
听上去不难呀，主要是哪一方面不难呀，但问题是我们得先洗个景啊。你来我这，你来我这。哦，我记得你隔壁的隔壁好像一直有个警察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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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那个是不是？对，你们说的就是他。好，准备啊！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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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炸！哎，哎，哎，这么猛！三倍，三，我打！我们又睡在了一起。我真的觉得监狱挺好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出去？对的，今天我们这个养老院生活就到这儿了。我们一点都不想出去了，本来我是可以自己出去的。我不打算出去了，我恋爱了。我还有，我就想问，为什么在监狱里我能戴这种帽子？什么鬼？迪士尼啊！我从第一天就穿着平民的服装，都没有穿浴服。自由还是要的嘛，对吧？试试看，如果实在不行，这里还是比外面好，对吧？这里还有工作呢，嗯。好吧，好，谢谢大家收看这个视频啊，拜拜，拜拜。